前起笔，粗细粗写出来，饱满的变细，拉长的方方硬硬的，接笔断掉的感觉，磕下来的感觉，拉长划过去，啊，这里还是做到。然后这个下来以后，这个转折很用力的切过来，好，这里折出来感觉。然后从这里起笔，撇，记得位杯有弹起来的效果。点，细到粗到细，然后撇从细到粗，然后到细，那这个细的到粗的，然后饱满胀起来以后，往旁边送出去，接，拉接，拉接，好。